在家自测动脉健康。很多人不懂如何自我评估心脏健康，今天教你一个简单方法，在家就能自我检测。动脉斑块是心脏病和中风的幕后黑手。Ford Brewer 医生，40年经验的预防医学专家，教我们用血压计在家测踝壁指数 ABI， 快速了解血管状况。动脉斑块就像血管里的痘痘，可能破裂形成血栓，引发心脏病或中风，甚至导致男性出现勃起功能障碍。早发现，早预防。准备血压计、笔和纸，躺下休息5分钟，依次测左臂、左踝、右臂、右踝的血压，并做好记录。计算方法，用最高踝部收缩压上方数字除以最高手臂收缩压，得出的数字就是 ABI。ABI 在 1.0-1.4, 恭喜，你的动脉健康。0.8 以下可能有斑块阻塞，高于 1.4, 动脉可能硬化。异常结果，尽快咨询医生。现在就来测一测。想知道如何通过生活方式逆转斑块？订阅关注我们。